晚上一下子水就来了，我们还是起得早的话，那个车子才开出去，不然现在他们很多车都在里面出都出不来。因为我们这两栋房子的话，里面昨天晚上都里面都进了水。今年呢，到现在为止已经发生了22次强降水过程，是2013年以来呢第二多，现在呢相当于是这个面雨量，全国的面雨量偏多了，已经偏多了6%。